OK， 这样陈涛的部分 part 再来一遍，因为有帅到我。他竟然说我电到他了，可以电到他，那我那说，哎呦，那我还是有点实力的。那真的在面部表情上或诠释这首歌的那个状态上，我认为还是被肯定了。老师，我动作没有那么熟，因为我刚好没事没事，你就按刚才那感觉走，要不然我给你搭，帮我放一下那个位置，你们可以在前面看一下他的表情，真的很好看，嗯。从后面走出来的那样，继续继续，一直一直一直做就好了。